我们的口号就是人生苦短，什么金山银山，拿时间陪你才是。哇，我们一盘散沙，一盘散沙。关键是什么？金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音乐人反应有点慢啊，再来一次。我们的观点是什么？金宇最好调剂。Round one， 给予长久的陪伴，长久是多久啊？是谈恋爱的时候，尤其中学生特别爱说"我永远爱你"。小的时候看琼瑶，小时候都觉得啊特别感人。但你再长大一点，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呀？是吧？所以我觉得给予最好的条件不一定是钱。可能是你需要的一切的东西。爱，我觉得最好的条件长久的陪伴，其实都该有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已经分好队了，所以我们立场坚定，斗志强。那我觉得人生苦短，管他什么金山银山，我觉得时间是最贵的，拿时间陪你才是爱。 Round two， 对方一直在说那种啊，陪你一路一直一直走下去，听的是挺煽情的，但是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有的时候只一味味的强调陪伴，最后就变成了消耗。好了，我讲一下。哎，教练，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相信，是因为我爱你才相信，唱了一个很深刻的东西。你要去爱一个人，首先你要爱你自己，你爱你自己，你让你自己变好了之后，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。我觉得你理解错了，我们不是想表达这个。KO。